这个夏天阳光正好，女神新装盛装归来，全新升级，重装上阵。十二场电影主题大秀比拼，红高粱、歌舞青春、黑天鹅、天使爱美丽，六十款系列服装华丽升级。那走出来的那个时候，我被打到了，真的好看死了，我的妈呀！但我必须要给你们鼓掌。谁才是真正时尚王？集结号角已然吹响，这一场电视电商的时尚革命，五位女神整装待发，这一段姹紫嫣红的灵魂之旅，想要看到我内心不一样的那一面。六大白手，千万订单，1111万1111元，这个就是我的。哇，金牌风云，水煮沉浮。其实因为这是一个比赛，不想输。欢喜惦念，不问过往，今晚你就是那个最美的传说，女神之战马上登场。好，现场准备，10秒9 8 7，少两个，6。태패션을함께할파트너를기다리고있습니다굉장히기대되고요또굉장히제가좋아하는분이었으면좋겠어요네모르셨죠? 아니에요, 저 하시는 건 몰랐는데 제가 너무 알고 있는 제가 좋아하는 디자이너이셔서 제가 지금 너무 다행이라는 생각이 들었어요. 조금 나. 还卡了。现在就有任务了。不要不要，这个这个。네진짜로혹시정원이요저도사실은지금생각이가끔들어있는데5글자어맞는데 혹시배시작이오 오, 오그리해기대吗怎么会有那么多洗衣机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海尔洗护空间啊、都看到自己的衣服了哈，喜欢吗？还喜欢，喜欢。嗯，待会儿通过我身后的这扇门，你们会去到一个属于你们的特别空间，在那里，你们的 model、你们的造型师已经在等你们了。你们在我们规定的那段时间里面，要完成各位的妆发，你们的 model 的妆发。还有你们最后的试妆定妆，在那个规定时间里面，谁先完成，谁就可以去选择自己的出场顺序。哇！哇！我们要快一点。哦，我有个问题，是不是整体造型，就是说化妆、穿好鞋子，然后如果我们有配饰，全部要配好才能？对，没错。没有配饰吗？什么样子？没有。以我上一季的经验，可以跟各位分享的是。出场顺序会影响到买家的出价空间以及你最后的排名。那第几比较合适啊？哎，好直接。我听说应该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是比较好的。哦，是吧？对。哦，那我听说他们上一期的经验是这样的。做第一，要不就垫底吧。我们要不就做第一，要不就垫底吧。接下来我就要请我们的海尔洗护管家来打开我身后的这道门。
三、二、一，开门！开门！一人拿一半，一人拿一半，一人拿一半啊！好好的结果。快帮我一下换衣服，谁来帮我换？换衣服，快点帮雨晴先去换。因为我基本上是连自己都的妆发都从来都搞不定的一个人，所以我也帮不上忙，在我们这一组里面，只能靠化妆师和赵山两个人去管模特这一部分。선생님，머리를어떻게할까요？저기시안을좀줬는데일단은다른분들부터일단다하고제옷을입는게일단순서라고모르겠어너무당연하게생각을했고요先换衣服吗？换衣服，换完衣服就可以抢了，去吧。是吗？换完衣服就可以抢？对。那爷为什么在外面？没关系，不管他。那爷为什么在外面？没关系，不管他。哇！碧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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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快，好，快点，四，四十四，问四号灯。哇！耶！哦，他们已经好了啊！他们按了，他们没有吗？真的假的？没有没有，他们太快了。刚，不好意思，我们按完键之后是不可以再工作的，所以刚才的按键是无效的。你刚才的按键是无效的，刚才的按键是无效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必须是全部完成之后才可以去抢那个灯。换完衣服就可以抢了，去吧。什么？换完衣服就可以抢？对。不是他完成以后就好吗？不可以，是所有的整个团队。我还以为是我，就是我可能因为没有规则，可能没有太仔细了解，因为我们当初以为是我穿好就好了，结果没想到是大家都得穿好衣服，都弄好了才能抢灯。哎，你们为什么这么慢呢？是因为刚才彩排慢了吗？不要跟我说话了，抓紧时间了。不要因为你们来影响了大家的时间好吗？这个人的发带还没戴，最后戴没有？最后现在立刻马上发带，现在马上戴上去。发带在哪里？我来，这三个归你，这三个归我，好不好？你的妆呢？哎，你不要走开哦，在这里坐好，没有时间了，离开了，赶紧坐好，谢谢。我上好吗？粉。粉粉，换衣服，现在立刻马上换衣服，换衣服，对。虽然有一点竞赛的元素在里面，但是我们一定要本着比赛第一友谊第二的基础。哎，不对，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哎，把真心话说出来了，赶紧去拍。哦，几啊？是拍四，是拍四在哪里？是在哪里？四是我的幸数。Number four， 耶！他们都选完了第几个？三和四，都被选掉了。淡定，淡定。嗯，我突然之间知道说旁边人在抢灯了，所以我就来不及去反应，我只是知道说更加要加紧时间了。抓紧时间，赶紧的，不化了，不化了，换衣服，换衣服，不化了，现在立刻马上去换衣服，快去换衣服。把帘子拉起来，这边都可以换衣服，快点，快点，快点，出来一个也赶紧。换完立刻马上出来，快！碧婷，我们在那边等着。好，我们要按四号灯。已经被按掉了，已经被按掉了。被按掉了。不好意思，你们还能再选一二五，你们可以选。非常神奇，给你决定。压力好大，一二五。压力好大，一二五。那我们就最后压轴吧。五吗？嗯，最后压轴。可以，好，好了，好了，好了，好，可以休息一下了。我们要开一个会，好吧？今天是第一次，这个结果其实不是大家想要的了，因为我们整个从头到尾都要非常专业的一个状态。但是我没想到说我们在妆发的这部分把时间给拖延了，在大家在第二期的时候，一定要每一个人做什么事情把它定好位，千万不要一找到什么东西的时候都没有，不知道在哪里。下次会更好，加油加油加油！
哎，我们可以了 ，We finished。现在已经没有了选了是吗？只有一和二了。一个总是会，就是会有点吃亏，所以我想想还是保守一点。我觉得我们选一。我们要不就做第一，要不就见底吧。我觉得我们选一啊二，好吧？好吧，就二吧。耶！일분만남았어제가할게요우리첫번째야예전에첫번째만아니면됐는데다선택을했다고하고1번만딱남았다고했을때정말1번만되지말아라라는생각이있었거든요也会好厉害，他会帮模特儿弄发型，感觉好厉害。韩式头发，被震撼到了，就觉得像他在韩国也是很知名的一个艺人，应该很多事情都就让别人来去帮忙，但他自己亲力亲为。去吧去。加油！他们还是要求蛮严的，虽然是最后一个，但还都在努力做到最好，还不错。我还蛮欣赏这种态度。对，如果是我，我会选择这一组。没事，完美的把握，完美的把握。好，他们爱了。嗯，开心，开心。떨리고요다시진짱저도떨려요전도진짱전도진짱이번디자인컨셉은티파니에서의아침이라는영화에나오는오드리헵번이라는여주인공을윤은혜씨옷같은경우는블랙화이트의상에옆에이렇게커팅이들어가서배색주름이밑에떨어지는상당히좀세련되지만여신의이미지가날수있는3사딱그냥중간에꼈으면좋겠어좀솔직하나딱3위네좋겠네요3위제발우리는1등할수있다화이팅这场景好漂亮，好炫！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百变女神，来自韩国的尹恩惠。同时也让我们请出尹恩惠的设计师搭档李硕泰先生。我想问一下尹恩惠小姐，为什么第一场的潘婷女神新衣的走秀就是要选择这么一部电影？먼저배우를먼저선택했던것같아요그래서오드레이번을굉장히제가개인적으로좋아하는데동시에선생님과제가티파니아침을이제동시에저희가똑같이일치해서이제선택을하게됐고요영화를그대로재현하기보다는재해석을했습니다그래서될수있으면깔끔하고좀더캐주얼하게표현을하자이런것이디자인컨셉이고자이제你怎么看我觉得黑与白两个颜色的运用在这里面非常的丰富有年轻的活泼的帅气的还有女神的所以这一套还是非常棒的所以就归纳起来就必有一款适合你就对了好各位买家现在到你们出手的时间了来请揭晓现在我们看到进入到终极下单区的分别是明星衣橱 5 Plus 上品和英曼我们要来看一下他们第一轮的价格请揭晓还蛮高的 OK 现在出价最高的是英曼的方总那现在除了方总以这一轮不竞价其他三位用数字来告诉我你们对于这一套衣服的喜爱程度请加价上品的刘韵仪小姐目前你是最高价的刘小姐你很喜欢这套设计对不对每一个女生必须要有一条小黑裙她就把小黑裙的经典变成一个健康美丽女性化还有时尚的一个女神范就是跟商品网的方向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一套服装我是必须要得到的也就是说潇潇和黄薇你们要第三轮竞价英曼的方总要第二轮竞价请开始来请揭晓是我吗这个价格是他们两个人事先预想到的吗虽然还不是最终价格아니요저는사실152위안딱나왔을때제가원하는금액이었거든요그래서아너무좋다그런생각을하고있었어요저는不能说数字因为他们是盲拍的啊先恭喜一下潇潇暂时你是最高价格好其实我说实话虽然我给这个价格但是我是有一点失望哎为什么因为他们今天我觉得基调定得太高了为什么要用 Tiffany 的早餐呢尹恩惠出来的时候她那个空气刘海一下子把我拉回去我觉得就是一个可爱的韩剧女主角而且我觉得她身上的这一条裙子不能够代表女神的心意我觉得她可能穿左边第二条会更适合她 OK 这是你的个人的观感对不对对那 5 Plus 退出这一轮的竞争英曼的方总还有上品的刘小姐不得不动用你们的最后一次加价权请开始请揭晓你知道当尹恩惠哇的时候我看到潇潇的脸潇潇就知道自己出局了没错最高价属于英曼的方总他出价的价格又让我想起他在上一季的表现他如果特别喜欢一套衣服他一定是要就一定要
所以他拿下来的最终拿下的价格是511万1111元。今天的尹恩惠整个的衣服的设计，第一个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也是很喜欢黑色，你看我今天全身穿的都是黑色。那另外的话，我记得这个有个男神叫金钟国啊，我金钟国是什么，他的绯闻男友听不懂，听不懂。来看一下你的排名表，因为第一个出场目前是这个价格，当然是暂时现在在竞拍这个环节，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的价格，因为还有虚拟货币。 Rain， 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赶紧先打一个招呼。부끄러운데좀준비했습니다，제가조금노력을해볼게요。 I do, I do.영원히함께한다는그말 I do 내마음속으로 Do I do。 好棒啊，真的唱得好好，真的。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我现在要看看听人家唱歌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好不好？而且又唱这么美的一首歌。 Rain 请加价。你说他会不会把所有的钱都给他？偏心直接。他不会的，他来在中国做节目，怎么可能呢？ OK OK 啊，好，我们来看一下 Rain 在100万的虚拟货币当中会加多少，加到尹恩惠的这一套女神新装上，请揭晓。加了25万，所以我们把 Rain 的价格加上方总的这个价格，来看一下最终是多少。536万1111元。谢谢，谢谢两位。节目播出期间，打开微信，点击发现，进入摇一摇，选择电视选项，摇出你的好运，限时享受折扣，购买女神同款新装最低折扣一折起，更有红包大礼等你拿。처음하는리얼리티잖아요，그러니까너무긴장을하고있었고요，잘하고싶었고요，이렇게또예쁜옷만들어주셔서너무너무감사하고요。그두번째원피스되게예쁘던것같아요，두번째원피스대정나라하게하네，그죠？속상하겠다。388万。我必须要跟翻。뭐어떻게됐어？谢谢郭碧婷，同时让我们有请她的设计师搭档。万。아왜뭐야5만各位设计师，各位女神，大家辛苦了哈。现在我要来宣布潘婷女神新装第一场的排名情况，这一场的排名会直接影响到下一场，因为如果两场连续垫底的这位女神就会和她的设计师要离开我们的舞台。第三名尹恩惠，처음부터3위를하고싶었는데선생님께서는1위를하고싶었었는지조금아쉬워하셨다고죄송할정도로。第二名尹儿，真的特别的满意，特别的开心。第一名郭碧婷，谢谢大家。真没想到是这样，真的是意想之外，因为是第一次参与嘛。但是觉得能收到好评真的很开心。我觉得李薇老师设计衣服很美，她可以在很多场合穿。我觉得大家是时候改变自己了，
让大家更有气质的走在路上。要给自己更多自信，一定做得到。只要大家对我有信心，我就有信心。对，我觉得今天黑天鹅大家都对我有信心，我现在运动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有个好的样貌呈现给大家。韦彤和雨绮，排名第四的是上明星衣橱。韦彤和雨绮，排名第四的是你干嘛老那么会卖关子？韦彤。没有在垫底，我已经觉得很知足。说实话，不太满意。我以为我是正数第二，没想到我是倒数第二。排名第五的是雨绮和我们的一对姐妹花的设计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觉得一个不好的开始，并不意味着一个不美好的结局。现在也要告诉各位，下一场我们要展示的是什么？美女全都爱运动，运动风。运动装，你们怎么样来诠释这个？希望下一场各位在舞台上活力四射，各位加油！再次的要感谢一下分众传媒、新浪时尚。